1P 炸个杯容变成 2P ET 杯容。有一批炸的获胜。Thank you.
一次扎克，二比一是 ET。那从角色应该打变成跑分吗？还是现在是一比一啊？所以像现在双方在赢啊。二二了。二比一的决胜利。Thank you.
冠军胜一比一。